波特王对上火星叔叔，两个都是厉害的网络写手，为什么会变成单方面被缠电？现在就分析给你听啊。网络吵架跟现实吵架不一样，现实的争斗就是要攻击对方的精神，让他不爽难过，晚上睡不着就达成目的。但网络上的吵架是吵给大家听的，必须说服每个人，所以要注意以下三点啊。第一点啊，内容要有趣。我们先看火星叔叔，他讲的东西就是与旗下艺人的合约纠纷。说真的，关我屁事啊！你们公司的事啊，是不会自己处理就好。合约怎么写怎么走，你跟大家讲有什么用？跟我说我能帮你吗？吵死了，烦死了！你以为我很闲是不是？我看那一片看直播，娱乐都来不及，我关你们家发生什么事啊？别吵不好。还弄一堆法律条文合约的东西，写得文绉绉的，什么根据本公司的合约的第几条，无聊透顶。而波特王就聪明多了，知道大家爱听鬼故事，他就一个八卦的角度，有个人他去了公司居然只有八二分，然后他慢慢赚钱，替公司盈利好几千万，哇，也太有本事了。结果这家公司不止不满意，还欠钱，什么鬼啊，太诡异了吧，太扯了吧，是不是？他的内容充满八卦，故事有趣，会让你愿意继续听下去。火星叔叔他讲的话没人看得完，网络有句话叫做字打这么多谁看得完啊。反之波特王的影片算了20分钟，大家是完完整整看到完了、打从开始波特王就赢一半了。第二点啊，是否可以让观众有代入感，这个非常重要啊。从火星叔叔的角度，就是一个老板在靠捧他的员工，说他对员工这么好，这么用心培养他，栽培他，没想到现在养成他个人英雄主义，了不起了，想脱离公司了，让他非常痛心。说真的，这个很难说服人啊。员工上班工作，你给他再多，那个就是应该给的啊，那个就是工作得到的酬劳啊。波特王他是抽成嘛，他领的越多，也就代表公司抽的越多嘛。除非波特王是躺着睡觉不用做事就可以领那些钱，不然拿再多都是应得的。反之，波特王的角度可以让每个人带进去。今天对每个人来说啊，我上班拼命付出自己的时间是为了什么？不就为了薪水？任何一个老板拖欠薪水，晚给员工应该拿的钱，他每个都会肚烂，每个都生气。所以两者的论述一出来，我靠，全部的人都会站波特王那边。毕竟台湾是劳工基层比较多嘛，火星叔叔要缩一步。第三点就是比谁有道理，很可悲，对不对？双方论战，居然最重要的论点是摆第三个，没办法嘛，网络吵就是这样子。我是来看戏的，我是来看血流成河的，我是来看你们懒告羞答的，乐趣有趣才是重点嘛。接下来我们终于可以来分析谁比较有道理了。火星叔叔讲的话就是前后矛盾，不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。假设你觉得波特王很烂、很废、很糟糕，是个不好的员工，那你就用合约告死他、玩死他，把他踢出去，让他身败名裂、家破人亡嘛。反之，如果你觉得他是个好员工、是人才，他想离开了，你就开更好的条件、更高的价嘛，把他留下来嘛。结果火星叔叔在干什么？骂了他、攻击他，网络上呛声啊，说波特王的种种不好。结果最后来句啊，我希望跟波特王继续合作。你在讲什么鬼啊？你说的事跟你的论述是矛盾的，没有道理。反之，波特王的论述从头到尾是一以贯之，他说的就是麻烦你把我该拿的钱给我。他所有的论点、他所有的证据、他所有的影片，全部都指向一个，他只想要拿回属于他的钱。这个就是有道理嘛，他的行为跟他的目的相辅相成，自然就可以说服更多人嘛。谁对谁错，说真的还是要看合约啦。法律的部分请问赢郑律师，但吵架部分很明显波特王赢得彻底，火星叔叔被战得体无完肤。这也是非常好的网络课程，以后朋友要吵架请看看波特王跟火星叔叔，你就知道一开始先把故事说好，接下来再建立代入感让大家认同，最后才可以慢慢讲道理，赢得彻彻底底，完美压过对方。结论就是生儿当如孙仲谋，吵架要像波特王。好，来新品测试，打折过生日啊，6个，加个酱油，希望正常一点啊，普普通通，皮不脆也不薄，馅还算可以，吃得到肉味，但少了刺激味，淡淡的调的不够。
基本上啊，是越吃越空虚啊，可能是因为微波的关系，所以感觉粉粉的。皮的感觉滑滑的不带劲，肉味不明显，很像在吃水水的包子。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啊，网络吵架就跟微波的饺子一样，没什么意义啊。